主任，尝尝，这是我新做的桂花糕。老杜啊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行就是不行。这也太甜了，小孩不适合吃。我和他约好的，每年的舞会我都要在的。他不已经不在了吗？我是这舞会的灵魂呐、啊。你确实是个灵魂啊。老杜啊，听我一劝吧，我都吃了几百年瓜了，这相见不如怀念。续集12点之前必须回来，不准捣蛋。不会捣蛋，不会捣蛋。准时回来啊！啊，准时，准时，一定准时。今天不准下雨啊！放心放心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来，别下了别下了别下了。感谢你乘坐天堂隧道，祝您假期愉快。您的目的地人间即将到达，请遵守天堂导航，请勿现身，请在人间正常秩序。来网红榴莲桂花糕好吃哦。榴莲味儿，能好吃得了啊？你看得见我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刚好路过，去买了桂花糕，榴莲味的。这个好难吃，这个好难看。路过，鬼才相信你路过呢，鬼都不信。不用，我自己会做。你会做啊？我跟小杜学的。那我要尝一尝呢。今晚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你早点来啊！哎呀，真的失败，成日都系咁样对我。好你个王德华，你不来才好呢。都没变呢。我的呢？小杜提醒你。该准备舞会了，来呢。哈哈，在这儿呢。嗯，小杜啊，桂花糕怎么做了？桂花糕的制作比较困难，建议直接买。不会，你就直说嘛。不准捣蛋！我想自己学会做呀。小杜明白，先加入适量糯米粉和粘米粉。先加水，不要搅拌，顺序不要弄错了。要使劲的搅，大搅大搅。不用太使劲。要加糖了。继续搅拌。糖。搅拌。加糖。搅拌要加糖了，继续搅拌。你怎么知道我要糖呀？用蜂蜜代替白砂糖，好吃更健康哦。好的好的。继续搅拌，要加白糖。用蜂蜜代替白砂糖，加白糖是我们的蜜蜂，好吃更健康哦。桂香，桂小姐，房主，哎，来了来了，亲来了。啊，哎呀，不是老伴儿，是舞伴儿，跳舞的小伙伴儿，一个探戈，一个踢踏，一个老王，老王算了，他配不上你。对。
还有这些，你看看。你这有了新舞伴啊，这就是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，是不是小杜？小杜举双手赞成，虽然小杜没有手。你没有嘴，不是照样话多？只要你幸福，小杜就开心了。我说真的，慧香，你也要向前看了。大好时光啊！今年的舞会一定是前所未有，空前绝休息，早点休息，你小心你腰了。谢谢阿姨。啊，再见再见再见，早点休息早点休息。啊，再见再见再见。我的假期结束了，我该走了。看着你好，我也放心。检测到这首歌曲，过去一年我们一起听过246遍，是否要播放？播放。跳支舞吧。的心中。
做的。好多，好甜。桂花糕的秘诀就是多放点糖。嗯，小杜，然后每年你都陪我跳这支舞好吗？肯定的。小杜，在呢。小杜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？当然会。不行，又看到你了。没关系，再来。小度啊，小度，在呢。一直都在。给你带了桂花糕，榴莲味的。